好事，我带了你爱吃的栗子羹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我。是周总，马上到。这次执行任务非常艰巨啊，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首长您放心吧，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。尹翔同志，尹翔同志，有人送你来了。你咋来了？来送送你。我过两天就回来了，送我干啥？来，给路上干粮。我有，来拿着。行，尹翔，同志，啊，我啥呀？墨迹啥？不说，我走了。要打大仗了，部队等着你，早点回来。知道。还有，咱俩的事儿，我想打个报告跟组织上申请一下。趁早把它办了。我执行任务呢，回来再说吧。人都看着咱呢，你快走吧。哎，我这钥匙响，你给我看好了。放心，人在枪在。快回吧。哎。那么多的碎玩意儿，老马，我这次来不会再让我走了吧？不走了，不走了，这回啊，你想走都走不了了。哎，走了走，回家了。天天兄，哟，天长，这是尊夫人吧？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你嫂子，这个是我们同事乔天朝。嫂子你好。哎，你夫人什么时候到啊？路上比较乱，可能要耽误两天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尊夫人到了以后，可一定摆一桌接风酒啊。没问题，我还值班，你们先忙。啊，先忙先忙。好。乔科长平时办事挺利索的，这回不太一样。
路程再远，人也应该到了吧？有多远啊？还不就在徐州吗？我说你们俩哪那么多废话呀？啊，走走，带你嫂子回去。走走吧，走，理好了啊。听说马队长的夫人已经到了，现在家属院唯独缺你太太了，嫂夫人何时能到啊？快了，我想应该是快了。你是不来了吧？你心疼嫂夫人，想顶着处座的命令不卖？你觉得我敢吗？嫂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？哦，很一般的人物。我们回头聊，我还有事。报告，进来。处座，你太太怎么还不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早就从徐州出来了，现在世道比较乱，是不是在路上耽搁了？哦，那我就给六十军打一个电话，让刘处帮忙。处座不必了，这点小事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和刘处长呢？他没出过门。这兵荒马乱的，别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。明天要是不到，一定要派人去找。我也这么想。去吧。是。王小凤是哪里人？是徐州人，毕业于徐州第一女子中学，两年前进入徐州嘉里寻慈善医院担任护士，信仰基督教。站住！我找人。找谁？乔天朝。你是谁？有什么事？你问那么多干啥？我找他肯定有事儿，你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小姐，请你讲点规矩，别乱来。你让我进去？哎，你干啥你？你拉我干啥？让我进去？让我干嘛？你拽我干啥？让我进去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进去！你让我！哎呀，你别拉我！这什么人？他找乔天朝。你是天朝什么人？我是他什么人，关你啥事儿？脾气还挺大。去，让天朝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是。跟我进来。办公室过来。来，坐。小太太。路上顺利吗？不顺利，突然遇上土匪了，左左停停的。哦，我说怎么会来晚了呢？喝水。林小姐，请进。Tina，把这份文件给处座送过去。好。林小姐，我刚看处座办公室来了一姑娘，可能是乔夫人。哦。把文件给我吧，我来送。正好我找处座有点事儿。报告。嗯，进来。处座。去吧。嗯。你好。林静，你好。兄弟，咱应该往这边走。哦。报告。进来。处座，看看是谁来了。
人不见，他是谁都不认识了。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根。小凤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我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，我在路上遇上了土匪，把车上的好几个乘客都打死了，我这也是死里逃生。现在东西都被抢光了，就剩下这个包了，还好栗子根还在。弟妹，恭喜你们夫妻团圆。我同事尚品。你好。行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太太们都到齐。今天晚上我设宴，专门款待这些太太。尚品啊，哟，通知下去，晚上7点准时开宴。是。还不谢谢楚总。谢谢。天朝，把太太带回去。是。水，谢谢啊。来的人不应该是你。对，应该是武真同志。可是我们路上遇上土匪了，他牺牲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负责路上护送他的，我没完成好任务。本来个把土匪也不算啥，我当时没带家伙，而且坐两天车，头晕的不行了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没保护好武真同志，是我工作失误，我回去就请求处分。他还有什么交代？他让我赶紧来沈阳跟你接头。还给了我暗号。后来他就牺牲了。收拾收拾吧。来收拾一下吧。行了，知道怎么。哎，你这井眼太小了，连个水舀子都没有，咋用水啊？那不是水井，那是马桶。马桶？就是解手的地方。水在那儿。凉水、热水。同志的任务由你来接替。啥任务？作为乔天朝的太太留下来。这不行，我真不行这事儿。小点声，你行，
我相信你一定行。一会儿把这衣服换上。你今天的表现很好。我今天那是赶鸭子上架，没办法，这事我做不了。没有时间争论了，这是命令。跟我说，我是王小凤，我是乔天朝的太太。说，我叫王小凤，我是乔太太。啥乱七八糟的，我说不出口。必须说，我叫王小凤，我是乔太太。说，王小凤。小夫人想顶着出走的命令你吗？你觉得我敢吗？小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？不，很一般的人物。哎，太太，200万。倒霉孩子。你从宝塔园到这儿，你要200万呀？你识数吗你？不看看这是嘛地儿，想要多少钱要多少钱？啥地方你也得给钱呀、啊！200万是上午的价了，米价一天都3遍，我这已经亏了。嗨，你哄抬物价的吗你？不是我哄抬物价，是蒋总统哄抬物价。再说一遍，我告诉你，就冲你这句话。我告诉你就冲你刚才这句话呀，就能把你抓进去压缸灌凉水去。我惹不起你们这些戴帽子的，不要钱，喝米汤消食儿，我愿意。来，100万。你说你们这人怎么就这么冲呀？我告诉你，这要在我们天津卫，我走，这儿不是被吃黄瓜吗？走，回家回家，跟一个车夫较什么劲呢？没事，这骂人呢。进屋。哎，车夫，车夫，这个你拿着。哎，谢谢太太。给我回来！你这个娘们儿吧，来了就不给我省心。走，看我回去怎么收你。走。天辰，太岁太太，您救救我！怎么回事啊，天辰？嫂子，这个不省心的娘们儿啊，你说上品跟咱媳妇这儿，她可得掺和啥呀？这让我怎么做人呢？哎呀，天辰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个堂堂的忠孝。在这院子里面拉拉扯扯的，像什么样子吗？那绊脚心眼挺好的，你好好待他，知道吗？回去吧。行了。行了，嫂子，你忙去吧，啊。看什么看？快回去！回去。诸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这个孩子突然病，太太也来不了，表示点歉意。到今天为止，咱们所有同仁的家眷都到齐了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各位家眷能到这里来跟我们共患难，说句心里话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我总说一句话，说军人的家属难，做我们特工的家眷那就更。以水代酒，我谢谢你们，敬各位一杯。来，张太太，你好，马太太，我欢迎你。谢谢。乔太太，吃了这么大的苦，到了这儿来，也没到家里去拜访，对不起。应该我们到您那儿去拜访才对啊。啊，行了，改天我请你到家里去吃我做的3杯鸡，好不好？他不喝酒。哦，那好好好好，随意啊。嗯，小太太，希望你在这里玩得尽兴。大家敬酒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吧坐吧坐吧。
不好意思，在座的家眷中，我的太太是最后一个来的，我给大家引荐一下。这是我太太王小凤，我带你认识一下大家。来，这位是行动组的组长马天成马先生，还有马太太。啊，谢会。处座就不用介绍了。这位是情报组的组长尚品尚先生，丁亮尚太太。那个乔太太原来在徐州是干嘛工作的？做护士，一看就挺能干的哈。天成老弟，一会儿饭后我请爹妹共舞一曲如何？那我他累了，改天。好，改天。尚兄，你又不会喝，别装了。来，小凤，坐。这位是机要组的林静林小姐。早就想见见乔太太了，我一直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把乔科长拴得这么紧。我没拴他。你笑啥？命好的人往往自己不知道。初次见面，跟嫂子喝杯酒吧。我不喝。怎么，这点面子都不给啊？我不会喝。来，我替他喝。一看嫂子就是能喝酒的人，来，我先干为敬。小凤，喝一点意思一下。就这么意思一下，林小姐，你也少喝点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行动组的李耀武、谭明，好吧，你们嫂子。嫂子您好。来，乔科长，您真幸福。嫂子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谢谢。嫂子敬你吧。嗯，请坐，坐慢点。咱们敬处座一杯。幸亏啊，处里人少，这要人多的话，腿就得累瘦了。来，喝汤。哎，我说各位，别光顾着喝酒啊，这儿的牛排棒极了，来，上菜。是。休息吧。这是你哪门子任务呀？吃饭还那么多规矩，我做不了，我真做不了。乔丁少同志，别叫我同志，我是你丈夫。要更好，我瞅着你也不像共产党员。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糟糕，
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疑，接下来会是一系列的试探。我跟他们八辈子就不是一路人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走哪儿去？我走哪儿都行，我就是不想待在这儿。你要干什么？你问我就直说，这活我干不了。你赶紧跟领导说，让他们换人，我明天就走。来，你现在走一个试试。你还别唬我，我回去就向领导承认错误。我大不了在战场上我多杀几个敌人，我什么窟窿都不上了。再说呢，就算不行，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。小点声。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，我也认了。好歹周围都是自己人，好歹我还能上前线、上战场，总比像你一样待在这住着洋房、吃着西餐强。我告诉你，让我跟那些敌人吃吃喝喝的、称兄道弟的，我受不了。我看见他们，我就要把他们全部突突了。你能跟他们嬉皮笑脸的，我做不到。你必须做到。这不是你们家后院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这是保密局啊！从你第一脚踏进这大门，你就应该清楚，你是乔太太，你是王小凤，这无法改变。你知不知道，你一走，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？你走了，武贞同志的任务谁来完成？你以为只有在战场上杀敌才算是革命吗？幼稚！我没有要求你削足适履，我只希望你能够随机应变，尽快的适应现在的生活，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这对你来说并不难，对吧？你别以为我乡下人就啥都不懂，骂不骂人我明白得很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我教你，你一定学得会。教啥？教你学会做一个军官太太。啥？军官太太？不行不行，我真不行。只要你认真，你一定行。你不是一直想上战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儿就是战场。你看着我跟徐寅初称兄道弟，这信任是怎么换来的？嗯？不让那个人杀了徐一初，杀了他有什么用呢？还会有其他的人来。组织上派我过来，不是为了杀徐一初，而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最终留下来。武贞同志的任务也一样。小凤同志，忘掉过去的名字，彻底忘掉你自己。当然，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。你需要时间去适应，很正常。因为这本身并不是你的任务。可是，在现在这种处境之下，你作为党的同志，别无选择。你要记住，我们是一颗钉子，钉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。我们早一天完成任务，敌人就早一天灭亡。我怕我干不了你们这种工作。你能，我可以教你。来了。哟，林小姐，来进来。乔太太呢？小凤啊，来来来。
跟我走。赶快。我陪你行。新闻处搞到了一只真鸡，千万小心。乔太太，行，给我吧。好了，小天，我是金娜，没事了，放心吧。谢谢你，小天。你太太刚到，就打扰她，真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老李，不用谢。没事了吧？阿姨说不疼了啊，闭上眼睛睡觉。你会打针？打仗的时候人手不够，啥不都得自己干啊？我在部队啊，兼做过卫生员。前天夏天啊，上级派我去军分区野战医院受过训。给病人包扎过伤口，不过打针嘛，我还没给人打过。你胆子够大的，在老家人都喊我王大胆。都很好，只是有一样。啥？你刚才哼的是什么？老家的小调啊。你是哪人？你是徐州人。没关系，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鲁南人，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到了徐州投亲。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，以后就这么说，知道了吗？嗯，都很好，都很好。有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吧。你今天就住这儿，啊。就收拾一下吧。这毛病得改啊！这咋改啊？不说就是了。这是命令吗？是。做不到咋办？必须做到。哦，今天马太太会找你去教堂。教堂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告诉你怎么说的。另外，今天我有公事要办。麻烦你把房子收拾一下。嗯。时候不早了，可以起来了。乔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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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西塔教会啊。今天不礼拜日吗？快下来吧。稍等一下，乔太太早，快上车吧。
你们先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什么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为什么不去教堂呢？不是不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介绍人出于好心帮我填了份表，说我信了教，是为了方便我进教会医院工作。其实我不是教徒。那个，你们先去吧，让你们误会了，对不住啊。乔太太，信主吧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会为你的灵魂祈祷的。马太太，快走吧，再不走耽搁了。对对对，你们赶紧走吧，别晚了。去教堂嘛，你也没去，没赶上。哎呦，你看我这紧赶慢赶，我也没赶上。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刚一见面就吵架呀？没有，谁吵架了？得了吧你，这种事儿可瞒不了人啊。哎呀，这人常说小别胜新婚，天天见面是仇人，这都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一点也不想？想啥？那你说想啥呀？就算你不想，你们家老乔能饶了你？哎，我那口子昨天晚上可折腾一宿。他折腾啥呀？他？你说折腾啥？哎，说正经的，我现在啊想去中街转转去，咱俩一块儿去。哎，我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俩人一块儿去，雇洋车省钱。我有事儿，我不去了。走走走走。哎。你干啥呀你？哎呀，我不去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走。我真不去。你干啥？你放开！得，忙你的，啊。老公，进来。出动。怎么搞的？弟妹昨天刚到。怎么就闹别扭啊？没有的事儿。真没什么？那怎么会睡沙发呢？咱们这真是没有秘密。我不希望你因为家里的事儿影响你的工作，把它处理好。不会的，这是人事档案材料，对你查内鬼有帮助。是。我是敌人，你已经死了。你要是敌人，我早把你解决了。你看上去很无聊啊。在这种鬼地方，憋都快把我憋死了。再待几天，我就憋出病了。给你找点事儿。刷盘子。吵架。吵架。吵架。为啥？我们分床住的事情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得给他们个说法啊。所以，吵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，可以砸东西。行，那我不客气了。你敢砸东西啊？还学会摔东西了？我就敢，姓乔的，我一来沈阳你就看我不顺眼，我今天我给你全砸了。还砸？我就砸，我就砸，怎么着？啊，你还想打我不成吗？这个鬼地方，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了。这个破地方、烂地方、鬼地方。完了。风吹。
着。